嗨大家，我有自己的折扣码嘞，超开心的。因为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些业配啊，但是就不是折扣码。然后这次来台湾，然后粉丝越来越多，终于有折扣码，超开心，真的超开心的。那这次合作的厂商是这个乐维根的大豆蛋白。那其实我一直都是喝乳清的，就是喝乳的。很少喝大豆，就比较少喝大豆蛋白，因为我觉得通常都会很沙沙的口感，然后就很豆子的味道，我没那么喜欢。但是这个牌子有些口味真的很好喝，那它超多口味，它总共有15个口味，那我有些口味也还没喝到，但我已经喝了几个口味，我觉得很好喝的，我先推荐给大家。一个是黑糖奶茶，然后再一个是鸳鸯奶茶，然后抹茶，什么抹茶哪一个？抹茶牛奶也不错喝，那其他口味我再喝一下，然后之后如果我发现更好喝的，我再跟大家讲。那这三个是我真的觉得不错，然后也不会很沙，然后也不会到很甜，就是刚好。那他现在刚好有12月有那个双十二的活动，那我会把详细的那个活动的资讯放在说明栏，那大家就可以去看看啦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哦。拜拜。